老师好，我现在要读。你看这个电影怎么样？我认为还可以。你看怎么样？真不错，就是颜色深了一点儿。明天的天气不错，是，又不冷又不热。我又咳嗽了。你去医院看看吧。要是想身体好，就得戒烟。谢谢。你看这个电影怎么样？我认为还可以。明天的天气不错，是，又不冷又不热。可是南方的天气很热，夏天真不舒服。我又咳嗽了，你去医院看看吧。要是想身体好，记得戒烟。哇，今天的天气晴天，多运动。什么？好像要下雨了。为什么你像这样呢？你今天看天气好吗？不是不是，当时因为那个雨了。那个女人，为什么那个女人？他戴雨伞，好像等下雨下雨。啊，我没想这样啊。今天的天气很好，好像也是。他戴雨伞，他打的屁股变黑。是，也是。说说一下。刚才的女人很美呀、可是她有一点爱。真的吗？我是因为你很喜欢爱爱的。不对不对，我是喜欢搞的。啊。就今天的天气很好，我们下班一起去看电影。哇，很急哦，姑娘，我今天要去医生检查。有事吗？你生病吗？是，我已经3点了，有感冒，有咳嗽，希望不是肺癌。怎么可能？你要吃够的水果就会好起来了。你要加油啊！好，